你们知道今天要干嘛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今天是闪电狼七万订阅 Q&A 回馈，那我们要准备一些网友的问题，让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吧。姑姑鸟为什么叫姑姑鸟？就有一次在牛直播，把我的练习要改成姑姑 bird， 就叫姑姑鸟。我以为是团练开始的。练姑姑 bird 练习要开始。想问玉祥推荐麦当劳最好吃的汉堡？大麦克，或者是猪肉松饼。只不过我最近都吃金大鸡腿堡。推荐汉堡，猪肉松饼是怎样？想问正哲，你皮肤这么白，怎么保养的？靠，每天擦防晒啊，不然呢？不然我每天都会出门。你有擦防晒啊？骗你的。他不晒黑就不能去参加 party 了，他必须晒成古铜色。参加酷夏派对要符合一项条件，不只要晒成这样。下一次想去哪个地方玩？下一次哦。对，他没去耶，他没去。哈哈哈哈哈！他说他想去垦丁的，还想去垦丁的，还想去垦丁，垦丁大街，花莲。你想去哪里玩哦？日本的北海道吗？我想去垦丁哦。啊？想去垦丁？因为家人在垦丁。什么意思？啊，我们去日本要去垦丁啊，所以我想去垦丁。玉祥可以拍一支唱歌的影片吗？一万订阅再拍啊！我现在4000而已，一万自己哦。哦，可以。想问说选手喜欢什么歌？先留小宝。最近听最凶啊，应该是自由，周兴哲。我也是，可是我都听翻唱的。我很喜欢那个99那个500天，我觉得很好听，对吧？倒带，对吧？还有《灌篮高手》电影的那个，那是我的战歌。唱一下，不要，都是战歌，我唱我就想战歌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我喜欢听绝爱，因为我最近追那个《苍兰诀》，里面有一首歌是绝爱，我觉得挺好听的。老烟枪的歌，我要听抖音歌，抖音在红哪首歌就听哪首歌。你先讲你刚才的第三首。早上听到中午都只听求活。哎，这是四言版。四言版，要有 DJ， 好听。阿宝，明天会更好。金包银，也没这么老了。我之前都听灭火器的比较多，可是你要笑我说歌名，我也想不出来。我应该比较喜欢周杰伦的，不能说秘密系列的。再谈一下吗？八万。周杰伦那个蒲公英的约定。啊，唱一唱算了，太多了，我要听。我笑28万再唱了，28万。想问妍妍最喜欢的服饰单品是什么？还有最喜欢的甜点？不是瑞士没有特别，真的，他没有特别。汤阳炸鸡，干甜点，汤阳炸鸡太少。汤阳炸鸡沾炼乳，不是，他说起司蛋糕。正哲学生时期有做过什么刺激的事情吗？豆鸟，快接！根本就没豆鸟，有我手里的热心啊！快接！哦，有啦，我偷完手机啊，我把手机塞在铅笔盒里面，前面那个摄像头我去抓到他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你那个出来。”然后我还在看，然后就这样，我一直看。那有钱也会这样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蛮刺激的吧？对啊，蛮刺激的。还是听一下加藤。我们班有一个有点过动，然后有一次我们班有同学跟他玩嘛，玩着玩着，然后他们就在冲，他们就跑。然后跑，那个被追的那一个就关门，然后追的那个人就直接把门就是这样往前推，他这样跑，然后他门这样关，然后那个人就直接往推那门，然后那玻璃全部都破掉，然后手全部都是血。哇干，对吧？那你在里面是哪一个角色？刚好在旁边看，我们班级的门是左右都 各有一个，所以总共4个门。所以你是主使？没有，没有主使，我只是看到黑手，刚好看到。好可怕、啊！我们都去捷运站做伏地挺身，我们比罚球啊，然后进最少的要去捷运站那边做伏地挺身，然后那时候下放学一堆人，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做。那个是你吗？那个？没有啊，因为我罚球会赢。玉祥可以把所有成员都学一遍吗？括号宝哥说你很会学，不会模仿，他真是模仿大师。干嘛？怎样？干嘛？这是你啊！他这是我，不你啊！这是阿宝，这是我吧？哎，阿宝，怎样？啊啊！怎样？请问阿宝一下，干嘛？干嘛？我才不会这样！哎，所有人都学很难哎。那你觉得明达？明达怎么学？我他妈超帅！我他妈超帅！请问明达从日本回来带了哪些老婆？哪些？我名字都还没记起来，你问我哪些？成为职业选手之前，最想做什么行业？其实我有一个20岁才有的梦想，就是我那时候第一次坐飞机啊，然后我就超喜欢搭飞机的，在那时候我就想要去当那个机长，有没有？可是来不及了。假如我年少有为故自卑。哎，来不及，20岁要怎么考机长？可以啊，有心有心就可以，有心就可以啊。那我之后买飞机，我载你们。载你开一次，你就飞回来。我之后买那种比较好的车啊，我把我的那个方向盘改成飞机那种。可
你在抓哦？你这样子，我以为是那个诊所前面都有那个石块那个机器。我小时候说想当厨师，那你高中是读那个吗？餐饮？不是，当厨师机啊，厨师机。很想吃，吃的是你对啊，美食评论家，我想当大胃王，你要跟他美食评论家，不是，我想吃那个那些能力很强的恶魔果。我还没讲多少，这么小啊，不然长大当什么？你在跟我讲恶魔果实？那只要当海贼王，你听不出来？我想当海贼王啊，那家庭教师戴那个戒指，然后有那个能力，好可怜，好可怜，今天中了病环节了。我以前好像想要当那个篮球职业选手，因为以前喜欢运动啊。哎，我以前真的是觉得打篮球会很帅的嘛，结果长大后发现是长得帅的人打篮球才帅。建筑那边的吗？建筑是八步。以前常玩那个二楼是方块，就会有那种画面。想问玉翔钓过最大只虾子几公分？几公分倒是没有钓，这样吧，大概这样，然后大概这么粗，大概跟那个保特瓶一样大只。阿宝打算打到几岁呢？希望不要这些打完就退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最高级的请勒方式？勒索我！我不怕。想勒索我？我不怕。不知道。人生是未知数啊。二九。你可以换个身份呐、啊，你可以换教练。我不要，教练是狗在当的。忘了。再见。想问演员最近喜欢吃什么零食？雪蛋卷唯一推荐。我问青蛙，你是不是假？我是，我是，好，我是。你们说是就是是，这样子回答。他说是，他说是真的。啊，当真哦？那不是啊，我可能是。你认真回答一次。不是，好，不是假。不是假，不是假，不是假，听起来就听起来超假。我在靠边，我已经快洗不清了。以上是七万订阅的 Q&A， 那如果你们还想要看什么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在10万订阅的时候再做一支影片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